你有没有想过在网络上做全球生意？在这个影片中，我将会教你如何从零打造一个网络商店。即使你是一个完全新手，没有任何经验，只要你有心，我就能帮你教会。我是 N 破 Allen， 我是博客来亚马逊的畅销书作者，也在美洲、亚洲、欧洲有办过演讲，也在 TEDx 演讲过，被美国知名媒体 NBC 与 ABC 的电视台，还有台湾的商业周刊采访过。我做网拍电商已经快要有10年的时间，在亚马逊成为电商龙头之前，我就已经在网络上开始做生意了，有卖超过5000种不同的商品，在各式各样的电商平台上都贩卖过，明白每一个平台的优缺点，所以我更能够告诉你，如果你想要在网络上做全球生意，你就一定要做亚马逊电商。过去5年，我教导过上千位世界各地的学生，从新手教起，教他们如何找到供应商，如何选品，如何开店，如何让亚马逊帮你出货发货，如何测试市场水温，如何优化关键字以及售价，如何做促销等等。所以呢，现在让我把画面转到我电脑上，让我来告诉你该如何打造一个成功的网络商店。这边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卖最好的5个产品。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年2020年最高的是5月，然后是27万的营业额，这边这一个是利润，利润是18万，然后呢这边是产品的成本是8万9，那总共呢今年是现在是10月嘛，所以11月还没有资料，现在2020年从1月到10月总共已经有200多万营业额，然后这个利润是130万，然后我们的成本是67万，当然这不包含这个 Amazon 的那些 commission 什么的，也不包含我们还有做一些 wholesale 的东西，我们也不会放在这里面，这就是针对于像是 eBay、 Amazon、 Walmart 这些单所出的一个资料。然后你可以再看一下，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去年的成长状况。OK， 所以去年呢，总共是220多万，然后利润为150万，那成本是76万。那接下来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往年的这个所有的资料。那我是从2011年呢开始做电商，但是我们到2013年的大概是暑假7月左右才开始用的这个软体。所以我把它调7月1号2013，然后到今天的日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往年所做的如何。 OK， 这个是月份，所以看起来蛮乱的，我们把它弄成年。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2020年还没结束，所以它是有往下掉一点，但因为还有还会有机会，还有2-3个月的机会可以把销售冲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这个电商的公司是每年都在逐渐的成长当中。所以呢，我想邀请你来参加我下一节的免费线上课程。在这个线上课程中，我会说到一些更深入的细节，所以你才能够打开你的思路，接受新的知识，我才能够帮助你成功。现在请按下这个箭头下方的按钮或连结，所以你才能够注册到我下一节的免费线上课程。如果你现在还在听我说话的话，这表示我下一节的线上课程就快要开始了。因为系统关系，我每一场线上课程有限人数，所以我需要你赶快按下这个箭头下方的按钮或连结，赶紧注册这次的免费课程。非常感谢你听我说话，但是如果你已经看到影片这边的话，表示你还没按下箭头下方的按钮或连结。每一天，我们的人生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机会。有的时候，一个选择会改变你的一生。现在就是一个你可以选择的机会，你可以选择按下箭头下方的按钮，让我教你把你的知识拓宽，学习那个你只差一步就能够改变人生的技能，或者是把这个影片按掉，继续看其他的影片，或做你平常在做的事情，你的人生将不会有任何改变。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你现在正在观看这个影片，这表示你是认真想做些改变，想要成功，你对于目前的现状感到疲惫，你对于你现在的工作感到疲惫，你对你的生活不够满意，你知道你是有这个能力可以改变的，
你知道这一切是你可以做得到的，你只是需要有人推你一把。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推你一把，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吧，离开你的舒适圈，按下箭头下方的连接或是按钮来参加我的线上课程，让我来教你如何打造一个成功的网络商店。我们就在课程里面见喽。